真正有人介意我。欢光临，阿官，你来啊！我才拄传讯息给你呢。我本地就拄好要来啊。安尼算有默契啦吼。啊，你敢有宿醉啊？还好，我昨昏啉有淡薄仔，多谢你送我转去。哎呦，是讲啊，你转去，敢有人甲你骂啊？你想啦？我哎呦，敢那闪着，无爽快。啊是我即摆带你看医生好无？免啦，我休困几工就好啊。袂用治啦，你是因为我才受伤的，万不依你。我袂当，互你因为我自责，我一定会好起来。哎，洪哥，你莫安尼啦，洪哥。我好啊！真的？我无代志啦，甲你讲生笑的啦。好呀，差点叫你惊死。好啦，甲你讲生笑的啦，我是看你可能人无爽快，才安尼甲你讲生笑的啦，好不好？来啊，坐啦。来，坐。哎，我跟你讲。我有准备这吼蜂蜜水，互你啉啦。来，我有去查过啊。啊，迄蜂蜜水内底迄特殊果糖会当帮助咧酒精代谢甲吸收，你就袂头壳疼。你啉啦，啉袂？多谢风格。没啦，啉啦。哦。伊特别约我来遮，拄则去超过伊甲我喜人，是毋是想要甲我拒绝啦？我跟你讲啊，这愿望清单吼，第一项，做伙食饭，咱算已经完成啊。啊，这吼第二项，亲手做料理，这是我做的，安尼第二项应该算是完成了吼。你答应我了。不啦，我讲我无答应甲你交往，我是讲吼，这愿望清单我已经完成两项啦，安尼啦。有一个要求，我是想讲，啊，等这吼愿望清单一项代志拢做了啊，我是对你无感觉，咱赶快继续做朋友，安尼好不？好啊，我答应你。啊，不过关键这第二条是我做料理给你吃，所以这杯无算。哦，好啦。那你过来，咱要创啥？过来。你刚爱看电影，你刚爱看什么电影啊？哦，我跟你讲，我上爱看电影，尤其是迄动作片，有无？我不是呢。我嘛足爱看凶黑道爱情电影诶，尤其是这种兄弟人为着家己所爱的人，也倒去甲人车拼，完全无顾家己性命危险的迄种勇气，真正是使人心酸的呢。心酸哦，是啦，我较早嘛是安尼想啦，啊做兄弟啊，讲义气有无？哦，伫咧社会走跳，啊所有人拢知影我的名声，啊找到我风格的历史定位。不过吼，自从拄到阮师，啊来到这个社区，遇到这的人，我才发现，我以前迄种追求历史定位的想法，根本就无意义啊！迄种夜刀啦、夜枪啦，甲人相台的日子，真正是伫个电影才精彩、才好看。啊，若发生伫个现实的日子哦。根本是伫咧地下。
嗯，我感觉你讲的真有道理呢。我嘛就欢喜，我实在是这卖的风格，有气魄，拿得起放得下，不怪我会这么喜欢你。来啦，你来坐，你这蜂蜜水吼，拢还袂啉完啦吼，来，啊，你等下啉了，搁要啉啥？看要续杯还是要外加杯，拢会用的吼。喂，杰芬，联络袂到林嫂，哪有可能啊？我今有甲讲，你买只款款的，好，我联络看卖。您拨的电话未开机，请稍后再拨。林嫂她也无开机。您拨的电话未开机，请稍后再拨。奇怪，我妈妈无开机。喂，嘉芬，我嘛找我妈跟林嫂。好，哎、欸，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老鼠兵，请已经伫楼卡等啊。喂，嘉芬，我是无用，咱不去联络。老鼠兵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先？我找我妈跟林嫂，因敢甲你讲因去倒？老夫人无甲我讲，也是我来联络看卖。好，你联络看卖，看哪甲我讲。是。老夫人甲宽宽即摆家己机场啊，秦家芬，我才看你要用什么理由甲德龙哥哥缠。您拨的电话未开机。请稍后再拨。您拨的电话未开机，请稍后再拨。宽宽的电话刚刚卡未通啊。郑德龙无找到伊妈，妈妈在发生什么代志？咱去伊家看卖啊。好啊，我陪你去啊。阿龙，阿你敢有在厝诶？管理员讲，老夫人关心你，带看我出去啊，嘛毋知是走去倒位。敢会是出去耍啊？郑德龙伊妈无希望我甲宽宽做伙，应该是知影要带宽宽倒去住，才会挑工拒绝，啊我找无人。想袂到老夫人心机这么重，我即摆电脑有一点同情郑德龙，啊到即款老母生活嘛是忝。好啦，啊即摆拢知影宽宽是甲阿妈做伙。你就先莫有白想啊啦，我想看我应该就改联络啊。啊无，咱来四界行行，还是你要先当休困？无想法了。啊，无我看遐有公仔啦，啊，即摆天气嘛袂歹，无咱来散只步。思念的你，予阮愈来愈活，唔惊落。